节目，我是孙殿涛。会唱歌或者喜欢听歌的朋友呢，都会知道，低音无论是女中音还是男低音，都属于非常稀少的物种。有点像中国的大熊猫啊。这个在几年前，大家非常疯狂地追捧过一位著名的歌手，叫丁高老师。那么他每次演出都万人空巷。大家非常非常喜欢他的声音，那种充满磁性和雄性的那种声音，特别特别有魅力。但是我们不可能这个经常能够听到丁高老师的声音。非常荣幸，就在几个月前啊，我在这个华府的上宫突然又听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这种充满磁性和雄性的声音。细细听来，是一位比较陌生的朋友，一位老师。后来经过打听呢，我们把这位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他叫李春风老师。具体情况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有请。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李春风，来自中国哈尔滨，我是一名男低音歌唱演员，现在已经来美国这是第三年。大家可能刚才听到这个李老师说话的声音啊，那种感觉特别好。我想知道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个低音的这种天分了？应该是我在变声期以后，14岁以后，那个时候呢，偶然的一次在学校歌唱，然后自己觉得自己的声音可以发得这样雄厚，然后呢，在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看这个电视节目，电视节目里边也经常有一些歌唱家在演唱。那么我就想，有一天，如果我要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去歌唱，那该有多好啊！滚滚长江东逝水。对，像杨凤菊老师那种声音特别喜欢。对对对。您这家里有做这个做音乐的人吗？其实家族里。家族里其实没有，我的父亲是一名教师，然后呢，但是呢，不是教声乐的，不是教声乐的，因为我的嗓子继承了我父亲的基因，算是。他说话也比较低沉。对对对，也是一个男中音。但是就是可能我自身的就是比较喜欢唱歌，然后再加上家里的这种鼓励啊和支持，可能就走上了这条声乐的这条道路。太好了。这个中国歌坛又增加了一个李老师，也让我们有机会再次听到这种雄浑的男低音，非常非常棒。我想知道，就是这个男低音跟男高音和其他这种叫什么叫歌手相比，声部相比，他需要什么特殊的本领？还有什么条件吗？其实这个在声乐来讲，这都是天生的。你是一个什么声部，这是天生基因里带的。是由于你的音域和你的音色来决定的。你像对于我来说，我是男低音，那么我的音域决定着我这一生就是唱男低音，不可能去改变去唱男高音。那男高音也这一生他不可能唱男低音。它就是男高音，所以这是基因里带的，但加上后天的这种科学的声乐的方法训练，再找对老师，所以说就会成为一名如果路子走对的话，可以成为一名职业的歌唱演员，是这样。对，您刚才说到，我原来在那个中央电视台听过叫什么叫有个节目叫什么绽放啊，叫光荣绽放，好像叫光荣绽放，里边曾经这个播过什么十大女高音十大男高音十大女中音等等，这个歌手的演唱，从来没有听过男低音的十大男低音，为什么男低音这么稀少呢？确实，男低音其实
稀少倒谈不上，因为在我们中国来说，可能男低音这个声部也有很多，但是只不过是我们中国因为演歌剧的这种角色和这个声乐的发展还是比较算是刚刚开始，我们中国对于男高音来说女高音来说可能会很多，也我们很多人去唱歌去欣赏歌曲的时候会耳熟能详的去听很多男高音或女高音演唱，但是男低音在世界上是非常多的，在我们中国也不少，但是真正能够唱好的确实不多。嗯，是这样。这个很早很早老一辈艺术家，我知道有个叫温可铮老师，对，那是吧？那是顶级的中国顶级的男低音，起码那个年代吧，是吧？对对。后来好像有个叫彭家鹏，是吧？哦，彭家鹏是指挥家，他是指挥家。有一个广州的歌唱家，哦，彭康亮啊，彭康亮老师，对对，彭康亮，对对对。但是后来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不知道去做什么了。我就说很遗憾，就中国的男低音歌唱家很少。这个恐怕刚才您说的就是跟中国的歌剧。不是发展的有关系，被接受有关。对，因为我们男低音为什么定义男低音？这是在西方的歌剧舞台里被定为男低音的，经常演一些低音的角色，由于他的声部、他的年龄、他的音色的限制，经常演一些国王啊、什么强盗啊这些，这类似于比较 strong 那种，对对对，这种角色。那么在我们中国，只会有一些舞台来展示，男高音或女高音、男中音这种舞台性的这种晚会节目，嗯，可能会听到一些，像我们这个中国很出色的廖传荣老师，对，这是男中音，中音对吧？对，男中音，但是男低音里来说也有很多，但是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歌剧的形式来表现他们。是这样，就像我们在中国喜欢国剧、京剧是吧？对，京剧里边有花脸，对 对, 对，是吧？对，好像这个戏里要没有这个花脸，就觉得好像缺点什么。对，这个歌剧因为在中国不是那么的容易被接受，大概它毕竟是西方的东西。对，歌剧现在在中国还是、做的比较少，对，还是刚刚开始发展中。对对，您从您开始学时14岁，发现自己这种低音的天分，嗯哼，一直走到今天，大概有。十几年左右。在这17年当中，您可能有无数老师曾经受教对对对，是吧？那么您的印象当中，哪位老师，比如像温可铮老师啊，后来包括到了美国之后，嗯，还有一些老师，是吧？嗯，对。您毕业于哪个学校？美国是 Johns Hopkins， 大中国呢？对，中国是广州星海音乐学。星海音乐学，嗯。那么这些老师大概能排出长长一个名单，是吧？可以说我的老师很多，在我的记忆里，但是每一个老师在不同的我学习声乐的不同的阶段，都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我的启蒙老师，我14岁变声期以后。跟他学习声乐，他在哈尔滨吗？对对对，就在黑龙江。然后他就定义为我是男低音，只有这种非常自信的定义，才能让我考上广州星海音乐学院。考上音乐学院之后，正好我还是非常幸运的遇到了刚刚从意大利留学回国的程璐教授。他是非常棒的男中音，师从于意大利的著名歌唱家 Gino Begi， 这是世界顶级的大师。嗯，然后我跟他学习了有4年，这4年当中，从这个声乐的演唱技巧和传统的意大利的发声方法，我认为还是学的比较地道的，跟老师学习没有走偏。在大学这几年，打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其实不要求每个学生能够唱到一种什么境界，嗯，但是只要你的基础。和你的路子、你的概念、发生的理念没有太偏，走得非常正。这个贝拉甘多，意大利的美声唱法唱得比较纯正，那么就注定你能够继续再上一个台阶。那么也非常有幸又来到美国，由于在美国又遇到了很多老师，是这样一步一步的。那么这些老师里边有没有某一位老师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或者对您的帮助最大的？对，这个非常重要。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然后。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又拜在温老师的这个名下。哇，那时候他年龄不小了。那个时候他是刚刚从美国回到中国，哦，那个时候他已经70多岁的高龄。对对，我算是温老师的最后一个弟子，
虽然对，虽然跟他学习的时间不长，两年之久，但是，从温老师那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一生都受用。嗯，因为温老师的曲目，无论从他的曲目和他的演出的经历来说，都给我也给我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从曲目量上来说，无论从巴洛克时期的，还是从这个浪漫主义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所有各个时期的作品，都让我这个我的职业生涯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这也注定我能够来美国，这是非常。那温老师这两年教学当中，对你有什么评价吗？温老师那个时候他在中国音乐学院当客座教授，嗯，被金铁良老师请到中国音乐学院，对，那个时候他也有很多学生，然后但是我是他的一个私人学生，因为我是从广州毕业之后到北京跟他学习。哦，他在他所有的学生当中对我的评价算是比较高的，无论他从国外的友人来，还是从这个上海来一些朋友到他家聚会，嗯，他总是把我叫上啊，春风过来唱一首，然后当有记者媒体采访的时候啊，叫着我这个学生过来一起，有的时候这个上完课还在他家里吃饭，所以说这个温老师对我的影响，非常非常大，无论是从学习还是从做人上来说，一直都影响我，直到现在，应该说他之所以这些混蛋都叫上您，说明他对这个学生很满意。是吧，是一个很成功的作品了，是吧，可以这样来说。那您到了美国以后，这个老师是哪位老师？我在美国学校里有一位老师，因为我来美国也是我学校的这位老师叫 Stanley Cornett，嗯，他是皮包迪的著名的声乐教授。 嗯， 我来美国，他在学校给我申请了全额奖学金，要不然这个美国这个学习的费用是非常昂贵的，然后来到这里有两年的时间跟他学习，在这里呢他也给了我很多的机会，外边的职业的歌剧演出，然后外边的这些跟大师的见面，有机会能够接触这个更顶级的世界级的音乐家，是这样。应该说学美声的，无论是男高音女高音还是其他的这个声部，好像学美声的出国是一个必由之路，因为毕竟这种唱法不是国产的，对对对，因为这个美声它是源自于意大利，那么在我们中国很多留学生他们去欧洲去留学，但是来美国的还真是很少，据我所知还是很少，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美国它不是一个免学费的国家，去欧洲留学多数都是意大利有一个图兰朵计划，对对对，很这个留学生都是这个免学费的，到美国了很多年轻的音乐人， 对， 对，很多到美国来说呢，首先门槛比较高，第一要求你的托福成绩非常高，你们这也要考托福？必须要考的，托福成绩要达到80分左右，那还很蛮难的，对，蛮难的，嗯，然后呢学校要申请奖学金，没有奖学金也来不了，嗯，所以说一年要$50,000的奖学这个学费，所以说是非常昂贵的。对，这两点就是限制了很多优秀的这个国内的这些声乐学生们，所以说我是非常幸运，lucky 的，非常幸运这一路。那么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您成名之后啊，这个唱出来以后，您的父母听过你演出吗？成名倒谈不上，其实对我来说，艺术是一无止境的。但是我很满足于现在我所得到的一切，因为我在美国有自己的演出的舞台，有自己的华人这个声乐爱好者们支持，有我自己的学生们，然后经常有一些我们在美国这边的演出，然后我会录一些视频之后，然后寄到国内让我的父母去欣赏，他们很为我感到骄傲。以后有机会建议请他们到美国来，一定会有机会看一场您的演出。本来这次音乐会他们要来，但是由于这个父母的年龄比较大，然后还是冬季，所以说再加上我这段时间比较忙，所以说还是下次还有机会。以后从学习声乐开始到现在，应该参加了无数的音乐会了。包括我看那个媒体报道说，在纽约的一次演出被评为说最成功的一次演出，是吧？给我们讲讲这件事儿吗？这个很有趣，很有趣。这个是也是我在美国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
因为这是一次在美国跟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歌唱家们一起同台表演，在下面听的观众呢也是世界级的大师，例如 Richard Bonnich、哦、他是世界顶级的指挥大师，曾经指挥过保罗蒂啊、多明戈这些这类的这个歌唱家、哦、非常牛的。对，然后他坐到下面听，然后我呢是最后一个演唱，一共有六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有欧洲的，有加拿大的，有美国的，我是唯一的一个亚洲的一个、哦、singer opera singer， 然后我是最后一个出场，然后亚洲的，对，最后一个出场，然后那天很 enjoy 那个一个concert， 从来没有那么紧张过、嗯、好像就像上天安排的一样，然后日常帮着你坐在下边，他是指挥家吗？我就看到有一个年岁比较高的这个艺术家，然后在那里打着拍子，然后我越唱越自信，就唱下来之后，然后收到了他的高。记得那天演唱的是几首曲？是一首《La Calunia》，这是一首非常诙谐的，有经常表演的一首阿维亚，这是选自意大利歌剧的对，意大利作曲家的罗西尼的一段经典的唱段。然后呢，那天唱完之后，这Richard Bonnich给我很高的评价，下边这个我这些同事也对我刮目相看。当时啊，自己，通过这次演出呢，给我在美国，甚至给我这十几年的努力，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估，给予我很高的评价，我也更加的自信，能够在美国去歌唱。然后呢，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演唱完之后，晚上被邀请到邦吉尼的中央公园的家里去他家共进晚餐、哦、这个是比较开心的事情。这是有级别的，对对对，然后对，只有这是这里 singer 只有我被邀请去了。 对， 对，所以说当晚，然后有些记者，有些这个大师，还有一些之前老一辈的大都会的歌唱家们都在那里跟他们有一些交谈。直到现在为止，有很多我的外面的演出推荐都是 Richard Bonnich 写推荐信，然后去，其实走了很多弯路，就是让我走了省了很多的弯路，对对对，让我有很多的机会。这个美国人呢是比较直率的，对对对，他不会很做客套的事儿。是这样。既然他邀请你参这些活动，而且帮你写推荐信，那说明他真的喜欢你。而这些大师的肯定，对你日后的发展一定会特别特别有利。在我的内心，让我更加的自信。在美国去表演，换句俗话套话就是为华人争光了可以这么说吧那么但是说到这个问题啊，这个华人尤其是艺术家来到美国，美国有人说这是一块文化的沙漠啊，是吧，跟欧美比较也是确实这条路呢很艰辛。每一个从事声乐的演唱的这个职业演员都有过低谷的时候，包括我也是，在国内一直在国内，然后一直到美国，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一切都不适应，然后自己要参加各种 audition， 经常。您说这不适应的指什么呢？文化上的区别。到这里来，一开始，说实话，一开始，在国内的时候来美国拿到的全额奖学金，然后又到世界的名校来学习，自己非常自信。对对，来的时候，但是感觉很牛。对，来了之后跟这些美国的这些职业歌唱家去跟他们去 compare 去比较，才觉得自己还是有一段差距，还需要去学习。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了 Peabody， 然后其实我有两个学校可以选择，一开始是纽约的曼哈顿音乐学院，对，那也很牛的学校，对，也还好。然后，但是我想把自己沉浸在这种环境里边，让自己踏踏实实的好好再奋斗两年，然后打一个坚实的基础出去再去演出。所以说，当这两年静下心来学习之后，再出去的时候，充满了自信，确实是不一样，也是包括我老师上了一个台阶，是吧？对。然后也包括老师给我的这些 vocal 这些 technique 上的训练，这很重要。当没有来美国之前，这些概念和国际上的这些概念还是有一些 different， 对。所以说来了之后，在这个尤其是在纽约去演唱，这是世界的文化中心，对对，尤其是
opera singer， 嗯，这更是难的。对对。所以说，要想在这个领域去有自己的舞台去演出，那是非常难的。所以说，就是要不断的去参加 audition， 要有自己的经纪公司。所以说，就是一步一步，压力很大。但是呢，在这个充满压力的同时呢，自己因为比较喜欢这一行，所以说也就把喜欢当作动力，去让自己做得更好。我曾经有过一句话，或者有人说这是孙老师的名言，就是你是一个幸福的人，能够干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而且这个事儿还能养活自己，还能让自己过得很舒坦，这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你想一想，是吧？你是这一辈子没有多少人能够，真是能够用自己的特长去养活自己，同时过得很 happy 很快，同时做自己这个一生喜欢的事情，特别是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幸运的。但是我想说，就是能够做到今天这样，最重要的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对我的支持是非常非常大的，是吧？对，因为这个从事所有的这个声乐的这些职业演员，他的成功不只是因为他有天赋，最重要的是家人的支持，很重要。咱们打个比方，这是读书，这学费就很高，应该学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精神上的支持和这种这个对你的鼓励，真是太重要了。如果没有我父母的支持，可能我今天也走不到这里。而且可能，如果我刚才为什么说你问您父母是做什么的，如果他们就是声音乐家，这好像就是水到渠成、顺其自然的事儿，是一种传承，是吧？他们不是。这个孩子以后能不能唱出来，有时候你投入了特别多的精力、金钱等等等等，是吧？未必能唱出来，确实，是吧？很多很多，而且能唱出来的人寥寥无几，所以他们有恐怕会有这种思想准备，确实，这个还得义无反顾的支持你。这个说老实话真的特别，我之所以为什么能够这么幸运，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有这方面的这种，就能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在我很小几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六一儿童节演出的时候，我就登台表演，老师让我唱一首作品，结果我连着唱了六首、七首作品，不下台，不愿意下台。那时候是你不愿意下还是不愿意下？掌声太多，掌声多，一是掌声多，二是不愿意下。结果一首接一首，把我所有会唱的那些作品都唱完之后，最后才下台。这可能就是，会影响我今天能够一直喜欢这个声乐。不管它多难，但是需要去坚持，需要执着地走下去，才能够有一点点的成就。这个我估计现在如果您父母多大年纪了？我父母六十多，六十多岁还年轻。那他们如果知道你在美国现在哎做到这个地步，他们会非常非常开心的。我经常有一些好的这个消息会，我基本上每一天晚上会给他们打电话，每一天，对，因为我十七岁就开始离开父母，每一年过年的十七岁到星海艺术学院读书。十七年我先读的一个，在我们黑龙江省读的一个艺校，读的艺校，然后读完艺校之后，读了一年高中，考的音乐学院，考完音乐学院之后，一直就每一年可能最多回一次家，这是我长时间这个。你还有兄弟姐妹吗？有，我家里有哥哥姐姐。哦，那很 lucky， 那老人生病还有孩子，所以要如果一个的话，对，这个太痛苦了。对，确实是因为这个我能走到今天，跟这些哥哥姐姐对他们对我的这个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哦，你是最小的。对，我是最小的一个。应该说在这方面也是最有出息的啊。是吧？还行还行。这个您做了这个，刚才我接着我的话说，就是在美国这个文化沙漠也好，什么也好，就是在这个地方艺术家纯粹靠自己的技艺生存是非常困难的，是吧？我们知道这个丁高老师就是他唱得非常棒，但是他签约这大都会也好，签约什么，每年演出是有限的，而且尤其是你是亚洲人的面孔，对了，你说对了，是吧？你的适合你的角色就有限，是吧？你说对了，就不多。那么就是说，靠这个生存或者比较困难。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这个思想准备是，既然选择来美国，就是之前就知道，因为有很多我们华人的艺术家在这边，这个发展了一段时间，最终都选择回国了。但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我能够靠我的专业在这边，生活的立足，生活的不错。因为从现在来看，
我有我美国的演出的舞台，嗯，有我华人这个社区的这个演出的舞台，然后还有我的学生们，足以让我能够让我生活的，让我的这个精神世界，衣食无忧，对，物质这各方面都没有太大的担忧，自己从音乐本身来讲也非常满足，我也非常知足，所以今天能拥有的一切，所以说。嗯，您说的是这个是普遍现象，这个是一个事实，就包括我美国的同事他们也是在美国这边，嗯，基本很难养家，要真正的只能去从事 opera singer 这一行，很难养家。对，我听那个丁高老师说一个月有一场演出就很好嘛。啊，那不错了，那就平均有一场就不错了，一年有十几场演出是吧，那都是很少非常很少、哎、对，但是美国人给钱还是很慷慨的，一旦有这种演出是吧，还可以，对、嗯、还可以，不错。嗯，你有没有理想，就是从事这个声乐到现在，一直对自己以后有没有什么理想，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水准？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嗯，理想对于我来说从小就有，就是我要从小每当看到电视上那些这个伟大的歌唱家在演唱的时候，然后我就想有一天我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中国的舞台上去演出，那个能有多好。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那时候又看到了很多世界上的这些歌唱家，那么我就想有一天我要能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能有多好。那么这一步一步的都随着我的这种心愿慢慢的在实现，所以说接下来我会在美国有一系列的 recital 去开展。嗯，最近我们就是在1月20号，哦，对 对，也要举办我这个 recital， 也是按照国际的惯例，国际的这种歌唱家的演唱的风格，和曲目的安排编配，来做这么一场非常专业的 recital。嗯，这个是您的独唱音乐会，独唱音乐会，对。大概有多少首作品？大概初步现在，计算应该有20首左右，20首左右，对，不算encore的曲目。嗯，对。然后上半场，我想这个都是主唱欧美的，欧洲德国的艺术歌曲和法文艺术歌曲，嗯，还有一些 Russian 的艺术歌曲。嗯，下半场我也会针对我们华人的朋友唱一些，这个、我很期待的，唱一些中国的艺术作品，对，然后再唱一些经典的歌剧里的 aria。所以说，这是一场，据我了解是在华盛顿地区，我们亚裔这个艺术家，应该是档次最高的。不能说档次最高、嗯，因为有很多这个非常棒的艺术家，我们华裔艺术家，应该是非常国际化的这种很规范，对，规范化的曲目的安排了一场 recital。嗯，然后时间是1月20号，1月20号的晚上，在什么地方 ？Montgomery Theatre， 对 ，Culture Arts Center。OK。嗯，那到时候我们会去聆听啊，非常欢迎，欣赏，欢迎，太好了。嗯，您刚才说到这个，有这个在华盛顿地区有一大批啊喜欢声乐的这样的声乐爱好者，嗯、您现在也是叫 CCACC 男生合唱团的指挥对吧？啊，指挥谈不上，哎、因为其实这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然后参与到我们华人这个社区，然后跟大家一起去歌唱，切磋技艺，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艺术上的一个提高。因为这个合唱对我们来说是一件福音呢、啊，因为这个合唱和独唱完全是不同的。我给他们做一些音乐上的这些指导，可以说是他们的这个艺术指导，嗯。对，我作为黄河艺术团的一员，也那上次也专门聆听了您的这个，当面接受您的指教。我就说，通过接触这些华人合唱团和声乐爱好者，您对大华府的这个声乐的这个水平和实力有一个大概的评价。这个问题也非常好。我第一年来这里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边有这么多的华人朋友。非常大，对，非常多的很庞大的队伍。第二年来这边有一个大专联的一个晚会，对，邀请我来这边，对，我才知道哇。然后那时候您在纽约，对，专门请您来的，对，经常在纽约。嗯，然后那个时候我过来之后才知道，
我们有这么大的华人团体，而且有这么多好的这个前辈艺术家们在这里，像李辉老师啊，对对，等等，对，肖玲老师，还有这个何玲玲老师，还有这个李毅啊，彭宇啊，是吧？彭宇，对对，还有白老师啊，朱老师，很多这些艺术家，然后挺令我这个惊讶。我想，那么我也要这个过来跟大家一起来切磋技艺，对，嗯，然后这个合唱团体水平也比较高。嗯，所以说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够愿意做他们的艺术指导，然后跟他们一起来切磋技艺，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尝试。这也说明大华府这个地方的华侠华人的生活水准不低，艺术的欣赏品味非常高，有了足够的时间，同时有一些艺术方面的追求，希望自己在艺术方面有所造诣，是吧？对，这也是一种挺美好的生活当中一部分嘛，是吧？非常棒，非常棒。嗯，那么您近期有什么打算吗？就是在演出这方面，除了这个一月份的音乐会以外。嗯，近期还是我会在纽约有一些，因为我的学生有一些获奖的，我会带着我的学生参加这个卡内基音乐厅的获奖的音乐会，然后最近还是比较忙。因为一周下周要去两次卡内基音乐厅去参加学生的获奖音乐会，都是国际儿童声乐比赛的 winner， 他们很棒。然后我也同时也得了一些荣誉，这个美国的这个最佳教师奖，哦，也会摇篮加两个奖。对对对，我很关心你这学生都是低音吗？啊，不是，各个声部都有。各个声部都有。我的学生在这边最小的是从6岁，最大的可能要60多岁。嗯，那么比如是6岁的孩子，嗯，你能确定他是低音、高音、中音能够看出来吗？不会确定他的声部，就是他变声以后才可以。对，儿童只要他有这方面的兴趣，有这个天赋，那么就要去按照规范的曲目去让他演唱，不要去规范他的声部。对，按照同声的尽量能够做到一些美声的这种科学规范的声乐的发声训练是很有帮助的。至于什么声部，那可能要到他变声期以后才能决定。嗯，这个作为一个美声的声乐艺术家应该说是比较难的。为什么呢？直观的就是说，除了这个会英语、会中文之外，还得什么意大利语、对，法语，甚至还德语，是吧？英法德语的基本上不能说样样精通，至少你的发音是要非常标准，自己唱的歌词要非常的清楚，这是最基本。那你练习这些歌的时候，第一你要懂得这个词的意思。那是。那你是怎么是鹦鹉学舌？我就说话有点白啊，是鹦鹉学舌呢，还是说？不，真的是法语啊、德语啊，我们这个定的水准。我们这个法文、德文，在入音乐学院，就是美国的音乐学院之前，都要有一个 diction 的考试。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是吧？这个是 diction 是非常重要的，你的发音必须要标准，而且是非常国际化。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什么亚洲人、韩国人啊，你唱出来让世界的欧美人他们一听起来都非常的地道，这是一个。母语式的训练算是，这个是很困难，尤其对我们亚洲人来说，这个德文，里边有很多的 consonants， 对对对，法文里边有很多的这些这个schwa之类的，然后练起来还是比较有难度，但是既然你走这条路，那么你就要去接受这些，必须静下心来去认真的去研究这个歌词、这个剧本。所以说经过一步一步歌剧的去训练去练习，那么的语言至少发音肯定是要标准，然后对自己演唱的歌词要翻译，都要翻译过来，不仅知道自己的歌词，而且要知道对方的歌词，是这样的。演歌剧的时候真是对，对于亚洲人来说还是难，就难在这里，语言上是最难的。其实我们的语言跟欧美的语言截然不同。对，其实这个演唱我们中国有很多的这些优秀的歌唱家，但是能够在国际上去演唱一些外文的作品还是很有挑战，就是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别人在度假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自己的
这个琴房里边要去背谱子，要去研究这个语言，很多很多工作要去做。就我很想知道，比如说我们听一个外国人唱中文歌，嗯哼，会听哎呀唱得不错，为什么？因为他是外国人。嗯哼，对。会宽容和谅解他在某些方面的这个不足。对, 对。那么中国的演员，华人演员唱其他国家的歌曲，是不是会同遇到同样的问题呢？不会，不会，非常。那你们唱得非常地道的。要非常地道，因为每一个歌剧院这都是商业演出，嗯、是卖票的，不是免费的唱一唱玩而已。对对对对对对，不像在学院内，你可以学院内有一个很好的训练，你的老师可以去给你更正。那么到歌剧院之后，你要首先要签合同，签完合同之后，第一天到歌剧院就像考试一样，这个 director conductor 在那里坐成一排、嗯、还有这个各种舞台指导拿着谱子，那么这些所有的 operator 这些同事包括我自己在内站成一排拿着谱子跟着伴奏一起去演唱，哪里有问题，那真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那真是不允许的，因为你是一个 professional 的状态，唱出来你是职业，对，你唱出来可以在音乐上，这个conductor 去给你指导，但是在语言上绝对不能有这种问题。嗯，这是非常，这个对东方的演员来说要求就非常、非常严格，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亚裔的歌唱家。只有很少数在世界的歌剧舞台去来演唱，这也是非常难的。您从事声乐到现在大概十几年，十七年时间吧。十七年，十七年了、嗯。您觉得最难的事儿是什么呢？最难的事儿应该就是语言，确实是学习德文、法文、俄文是现在最新接触的，就是俄文。最近这几年一直在研究俄文。俄文很难，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演唱起来，但是它很有魅力，是这些语言当中最有魅力的，也是最早传到我们中国的这个艺术。因为我们像我老师的那一代人，温克正先生，他最早学习声乐，就是从俄国传到中国的，然后又意大利又带到中国，这是所以说俄国的音乐，是比较有魅力的，算是我最喜欢的。如果换个环境，你能用意大利语、德语、俄语跟持同样语言国家的人交流吗？这个还是比较有挑战。对于这个任何一个 opera singer， 可能亚裔的人来说，简单的交流，简单的唱你的歌没问题啊，唱歌没问题，没有下了太多的功夫，对，是吧？对你唱歌没有问题、嗯，但是你要用这个语言去沟通、谈话，深层次的交流，那还是比较有挑战。简单的交流打招呼这都没有问题。说心里话，通过这个短短的采访啊，真的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做一个声乐的艺术家，在短短十七年通过自己艰辛的努力和付出以及特别好一种心态啊，让他有了今天的成就。虽然李老师很谦虚说还没有到他的理想的顶峰，但是我想有他这么好的心态，有这么努力的精神，也这么愿意付出，同时有一那么好的太太陪伴他啊，还有很多华人朋友是吧，在他的周围，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看到在美国的舞台上一位闪闪的发亮的红星，我们华人的骄傲能够光耀的站在舞台上为大家放声歌唱，为世界人民歌唱，这也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期待这一天，咱们一月二十号见。一月二十号见。别说，就见谣，望不。
的祖国。